最近天气的变化过到了后，定定拢会来闪大雨。何必有帮中业者就来发起着爱心的活动，捐赠二十支爱心雨伞，予何林国小。讲要予袂记扎雨伞的囡仔，免雨雨压家呢担哥哥患病感冒。最近天气因为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，又过去又过大雨，可能是真惊吓。尤其是常常在囡仔下课的时段落大雨，因此何必有卖出业者发起爱心活动，特别送二十支的爱心雨伞到何林国小。东盛房屋也是取自于社会，用自于社会，教育是不分你和我的。所以我们东盛房屋一直以来都是以慈善来投入社会公益。希望我们这次的机会可以引起很多大众们的一个期待的一个向往，然后照顾这些小朋友。很多小朋友呢，一早是天气很好，是没有带伞来学校的。那有这样的爱心伞的捐赠哈，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可以及时提供给我们的孩子哈，可以爱心伞来借用，那也保障我们孩子在雨天的安全哈。那很感谢东森房屋对我们。何人血统的关心。姚振祥店长指出，真感谢当年这会响应这届爱心捐赠活动，希望当为未记扎雨伞出门的囡仔，遮风避雨，避免南雨来感冒，到顶来守护学堂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